你找我。我找你。哎，长得真帅，要不你们先聊，我先撤了。你怎么来了？管我。听话，回学校。你还答应我要跟我一起回去呢。如宁，退兵吧，我求你了。我不可能退兵的。那你也别再劝我了。薇薇安，我去，我做梦呢吧？哎，你讲好了吧？啊，有没有事啊？我实话跟你说吧，我是不可能走的。那你的舞蹈呢？不要了？我现在也可以跳舞啊！你看我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的吗？叔叔阿姨呢？你不照顾他们的感受啊？对啊，还有我的感受呢？啊？我是他们的女儿，他们会尊重我的选择的。嗯，你这样做太自私了。你不是吗？没错，自私鬼真是一个自私鬼。哎呀，有你什么事儿啊？一个人留在这能干嘛？我可以做很多的事儿啊，我可以在这儿学藏舞，可以在慈阳宾馆里面打工赚生活费。这怎么能成呢？啊，多委屈你啊！这样，我把那酒店买下来送给你。我不要你送。你别开玩笑了，左左。我是认真的。能不能别这么任性啊？哎，好好好，停停停啊！这样，你们别吵，我有一好主意。你干脆留下来当兵吧，薇薇安，去文工团，这样咱们既能跳舞又能经常见面，怎么样？哎，我怎么那么聪明啊？我简直是天才啊！瞧你个闭嘴 ！APC， 多好的主意啊！干嘛呀？薇薇安，你留下来绝对是军中一枝花，绝对的。哎，干什么事儿？薇薇安，你好好考虑一下啊！左左。这个事儿你要考虑好了，这个不是闹着玩的。我决定了，我要当兵，要考文工团。左左，你要想清楚了，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儿。我已经想好了，只有这样，我才能经常见到荣宁。左左，部队里很辛苦，管得也特严，不是你想象中的这么好玩。次央，我只要觉得他离我很近。就在我身边，我就什么也不怕了。要不你跟父母商量一下，还是不要了吧？等我考上再告诉他们，省得他们又左右我的决定。次央，你也要替我保密，不能告诉袁一姐。这好不好吗？次央，你知道，人在这个时候呢，最需要好朋友的鼓励和支持了。小道理倒是一套一套的，那你答应我啦。嗯，左左，其实我真的很佩服你的勇气，这还要谢谢你，是你让我懂得了等待。也许真的像你所说的，我能等到一个不一样的荣宁。请等一下。你好，请问你找谁？我找袁副司令。啊？你去给他打个电话，就说小妮子找他。小妮子？哎。小丫头，干什么来了？想你啦。烟雾弹，说说，找我什么事儿？哎，坐下。说说。找我什么事儿啊？我要当兵。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既然你不放荣宁走，那就得把我留下来。还跟我讲起条件来了？那你到底帮不帮我？哎，你可是我老哥们儿。手无缚鸡之力，你能当什么兵啊？文艺兵啊。文艺兵的要求可高，啊？你有什么条件？舞蹈。舞蹈？舞蹈演员的条件要求的更高。你有什么基础条件？我告诉你，我曾经呢可是在朱利安音乐学院的舞蹈课进修过的，而且还拿过国际青少年舞蹈大奖赛和圣荷西国际舞蹈比赛现代舞金奖的。哎呀，小丫头，干得不错。那你答应帮我啦。哎呀，怎么办呢？好，
你跟我哥们儿。哎，不过我可告诉你，一切按部队的规章制度办，我可以大力的推荐你，但是要经过宣传部和文工团的专家们对你的业务进行严格的考核，如果有一点通不过，那我也通不过。有信心让他们通过吗？当然有。好极了，你得请我吃饭吧？告诉你啊，别请我吃面条，我可不吃。好，还是我请你吧。说说，想吃点什么呀？啊？还是可以的吧？好像是国外的专业舞蹈演员，很棒。怎么样？挺不错的。很棒。你回去等我们的消息吧。哎，好，谢谢团长，谢谢，谢谢。我觉得我们应该考虑一下。老道，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已经顺利通过西藏军区部队文工团的招生考试了。哎，老道，你先别激动，也先别告诉我妈啊。我这几天就回上海，回去以后咱们再细说。拜拜。组建社，这拉萨降温了。组建社，你耳朵聋了？不是，应该快到了。什么快到了？我跟你说，拉萨降温了。谁呀？啊，哎呀，拉萨降温了。哎，组建社。啊。你这说话颠三倒四的，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不是，我能有什么事瞒着你？那我问你，女儿到底什么时候回来？是啊，这女儿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呢？左建设，女儿是不是出事了？说不说？快说。那老婆你别着急啊。哎呀，你快说吧你。老婆，咱们的女儿，也就是左左呀。左建设。当兵了，什么？左左当兵了，进文工团了。左建设，你我没。心脏，老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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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宁，你知道吗？我通过部队文工团的考试了，成了一名文艺女兵。这样以后，我就可以经常见到你了。其实我知道。我这个决定可能有点鲁莽，但我不后悔。只要能够跟你在一起，即使是错，我也愿意一直错到底。团长，你在写啥子呀？我在给你们写个人技能特训计划的大纲，过两天连里头要。技能个人特训要开始了啊！哎，对了啊，三班呢？跟你们说一个事儿啊，这个个人技能特训计划呀，连里面已经上报下去了，过几天呢就会批下来。我希望你们每个人做好思想准备，别到时候真正开始的时候，一个一个都不行，给三班丢脸啊！没什么事儿了，你们休息吧。大志，我出去一下啊。再见，班长。魏比赛，你报那么多技能特训，是不是就想出风头啊？魏魏，你在哪儿呢？怎么就没消息了？你知不知道，乔二正在深深地思念着你。
你能感受到吗？难道你的耳朵没有发烫吗？你看，这是我们这次为新兵个人技能特训所选的枪支。政委的意思呢，是为了模拟真实战斗的效果，真枪配空包弹。队长，你的意见呢？唉，我建议使用1:1仿真枪，这帮新兵个性太强，我怕会出什么乱子。通知许文强，明天正式开始新兵个人技能特训。明白。我很快就到，注意一点。放心吧，蚊子都靠不近，还是要小心一点。是。加强警备啊！是。这里各方面都可以，但是唯一就是太偏，不好找。这样吧。就用我以前在响尾蛇部队用的户外标识“虎凤蝶”，它可以记录方位和距离，而且国内很少有人认识它。明白。还有，这里地形啊太复杂，太容易被袭了。我让他们轮流放哨，不会有问题的。嗯，你们先出去休息一下吧。好。今天开始，你们的基础训练正式结束。现在开始个人技能特训的第一课，自由搏击。你们面前的不是沙包，他们每一个人都是1:1的高手。看清楚他们的动作，因为他们会在一瞬间置你于死地。不要犹豫，他是你们的敌人。是。是不是？啊！看准机会，回手！当你们不能用枪的时候，格斗就是唯一的武器。我老郑，你以为使用蛮力就可以吗？你眨一下眼睛。小命就没了。高海拔，不要以为身高是你的优势，只要你一个不小心，你的身上就会处处都是软肋。嗨，立下。别，别滚！啊！方继和，可悲！啊！敌人什么模样没见过，你就没了！大侠，你饶了我吧，我不玩，玩不动了！哎！龙平，记住，他是杀手，是你的敌人，不是你的敌人。
这么多射击点都是隐蔽的，咱们不能走常规路线。你的意思就是说照着不显眼的地方玩命跑是吧？最好从他们头上过去误点儿。好，要是碰到枪手的话直接干掉他。真干啊？真干。你不干掉他，你必须五秒之内跑出他的射击范围。那还是干吧。手脚麻利点，别让别的枪手看见。这事儿得靠你，缴枪的事儿可以交给我。准备好了，来吧，出发。加八等于十四，这样咱打他们十四下。一、二、三、三。哎我停！别打了，别打了，早就零分了。我挂了。枪，我们小时候都玩过这个游戏，那是所有男人心中的梦。你们应该感到骄傲，你们手中这两支88式半自动狙击步枪，曾经被全军最优秀的两名狙击手拥有过。他们战功显赫，他们已经将精神和力量都融入到了枪里。来吧，感受他们，和他们一起呼吸，一起心跳。记住，枪永远是你最忠诚、最爱憎分明的朋友和兄弟。来，准备，用子弹告诉敌人，我们战无不胜。荣宁9.5环，高兴10环。肃杀！又进游戏里了。月黑风高，杀机重重。我感觉自己像是行走在江湖上的高手。刺客，跟上！荣宁，配合我一下，让我感受感受。没发现树林子里面有枪瞄着我们呢？哪儿？左大哥，打，
方向一定要准确，否则我们会掉入陷阱的。放心吧，跟我来。怎么样？我们先往正北方向推进200米，然后往西，偏北30度方向推进180米，然后再往东，偏北60度方向推进350米，那里就是我们的终极目标。走，走。那个方向，确定吗？没问题，一般南面较干，北面较湿，有青苔。走。罗宁，怎么了？你看这个，花的朝向是朝南，树的年轮最宽的一面也是朝南。这边是西北，一定是这个方向，没错。走。等等，怎么了？树枝，我们好像又回到原点了。200米，西偏东30度，180米，329.24米。完了，我们回到出发点了。你们给我记住，千万不能游戏战争。没错啊，树桩的年轮明明是朝南的。树桩是你们两个班长连夜挪的。那花呢？他们连树桩都挪得了，几棵花算什么？你们给我记住一点，这是战场，不是游戏。你们要面对的敌人十分狡猾，如果不能睁大眼睛洞彻真相，那就会受制于敌。明白，明白。铁子，怎么会是破的？你去告诉上下，如果下次再有一张瓶子是像这样子的，他们必须要10倍奉还。我去找他。等一下，阿杰，你陪他一起去。好。妈，要注意。哎呀。你怎么这么快？妈，注意好好休息啊！哎，妈，有事打电话，打电话啊！妈，你怎么样？好些了吗？你吓死我了！我一听说你晕倒，赶紧就赶回来了。妈，你说句话呀！你还生我气呢？不生我气了，好不好？妈，你还当我是你妈呀？我当然当你是我妈了，你是我最亲最亲的妈。那你跟我说，你为什么去当兵？故意气我是不是？我不是故意气你，当兵也是万不得已的，只有当兵才能留在西藏，才能经常见到如宁啊。左左，你也太不像话了吧？啊，你说这么重大的事情，你和我们商量过吗？征求过我们的意见吗？你知不知道，你的这个决定，对你的未来，对这个家庭，造成多么大的影响啊！你考虑过爸爸妈妈的感受吗？啊！老婆大人，你不能激动啊，千万不能激动，你刚好啊，都是你惯的。
你放心吧，咱们的女儿懂事儿，她一定会答应重新考虑的，是不是？乖女儿，赶紧跟妈妈说重新考虑，快说。我已经考虑得很清楚了，我一定要当兵。不是，你怎么还当兵？哎呀，哎呀，别激动！你说我养这个女儿有什么用啊？哎呀，乖女儿。他什么脾气你不知道吗？你别动，别动！你还不过去把我弄下来！电话下来啊！你们口口声声说爱我，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那是一时冲动，脑子发热。我们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你放弃美好的未来？你这样走错路了，你会后悔一辈子的。我不怕后悔，我不怕犯错，我只有跟荣宁在一起才会快乐，快乐你们懂吗？你他妈在乎吗？哎，老婆，哎，咱们能不能换一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啊？当兵就一定没有前途吗？啊，没准他换一个舞台跳，可能会跳得更好，更有风采呢，对不对？左先生，你别想说服我，你想逼死妈妈吗？哎呀，别！你们今天要不让我去当兵，从今以后就当没有我这个女儿。哎呀，老婆呀，你快说句话呀，你呀，快！妈妈都答应你，答应你下来，宝贝女儿，快下来，我下来，别下来，下来，真的，哎呀，真的，我求求你了，快，小心，小心，哎呀，小心，我明天就去办入伍手续。哎呀，你这个，你说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任性？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你要有点啥事儿，你让爸妈妈怎么办呢？妈。你也要去西藏当兵？你爸爸妈妈同意吗？同意了。我就不相信你爸舍得让你走。是我的执着打动了他们，他们妥协了。胡闹啊！简直都是胡闹。Uncle， 我是认真的。你这是为了什么？为了荣宁。他胡闹，你也跟着胡闹。Uncle， 你为什么就不能试着去理解一下荣宁呢？他这么做一定有他自己的想法。是啊，他那个想法毫无意义。他的人生远不止如此。他的人生，您不也说是他的人生吗？那他的人生，是不是应该由他自己来做决定？是啊，这就是为人父母的悲哀啊！明明知道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前途一片暗淡，可是你却无力阻止。甚至你不能去阻止，为什么？因为你永远希望在孩子面前是一个豁达、开朗、体面的父亲。哼！安可，我能理解您的心情，但是我们还年轻，我们不怕犯错误，我们只是想以自己的方式去感受、体验这个世界，只有这样。我们才觉得自己真的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放心吧，安可，我不会后悔的，更不会怪你们，反而还要感谢你们，因为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是你们给了我支持和鼓励，给了我力量，这个是最大的肯定。你这个丫头啊，真是。叫我怎么说你啊？小心啊！来，慢点。闺女啊，
你就让老爸送你去西藏吧。关键是老爸想看看我的宝贝儿穿上军装是个什么样子呀。老爸，我到时候给你发微信，你这都看见了吗？哎呀，闺女啊，你就让我去吧。哎，我保证啊，我去了以后，我把你安顿好了，我马上就走，我绝对不会耽误你工作，行不行啊？左左呀，这样妈妈心里也踏实一点啊。妈，我到那儿就给你打电话，给你视频，啊，你就放心好了。那走吧，啊，我送你进去。不用了，我自己去吧。不行，那以前每次不都是我送你进去吗？我还得看着你走呢。老爸，你要开始习惯相信你女儿了。你的女儿呢，马上就要成为一名军人了。老妈，那我走了，进去了，你小心啊。哎呀，你行吗你？行，放心吧。你看，小心点。金娜姐。我先走了，小美妞，照顾好自己啊！快走吧。左左呀，你到那儿你得可得想想妈啊！我想，我一定想，现在就想，我马上就想。妈，你别哭了，你这样不让我难受吗？哎呀，妈！妈就是舍不得你，我说那么老远。放心吧，妈，那我进去了。去吧，照顾好自己啊。照顾好我妈。好，交给你了啊。照顾好自己啊。青霞队长，你们这个舞蹈必须修改。报告，进来。这个舞蹈是参加全国舞蹈比赛，你们抓紧时间，我晚上过来看。怎么样，好看吗？漂亮，帅。那我们合张影吧，带着布达拉宫。那都是你们小孩玩的。我想寄给我爸妈。好吧。来吧，咱们就在这儿。好，来。怎么样？你看你多年轻啊！以后我就叫你姐姐吧。不行，这是部队，你要叫我团长。你现在是一名军人了，以后啊，你就得以一个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是。看清楚了，我现在是你上级。你哪儿找的军装啊？还是军官服？什么哪儿找的？我自己的。你真当兵了？这跟上级说话是不是应该注意点？哪儿那么多的问题？哦，是。还行吗？说真的啊，没有任何语言能表达我对你的膜拜，如果非得鸡蛋里挑骨头的话，就一句话，太美了。哎，你怎么进来的呀？这还不简单啊，不穿军装我都进得来，何况现在穿了呢？再说，区区一个门岗，怎么拦得住我呢？我太佩服你了，智勇双全啊！别贫了，前面带路吧。咱俩不单独聊会儿？你走不走？你不能明目张胆的利用我呀！好，那我自己去。哎，别，请。这还差不多。哼，哎，小声点，他们比赛。首长。
哎，看什么呢？没见过美女啊？多长时间？多长时间？哦，再分20秒，比上次多了10秒。不行，再来。左左。你怎么穿军装？不要说话，不要问我，更不许赶我走。先让我抱抱。咋了这是？这什么咋了？没看见首长委屈吧？怎么不行？别告诉我你已经当兵了。你现在不许教训我，我是你上级。听见没有 ，ABC， 你上级。你少插话。你以为你还小啊？你以为你还可以不顾一切为所欲为吗？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的决定对你未来的改变，没有人可以帮你。跟你在一起，我不怕即使错到底。既然所有的一切都不是你所想象的，更不是你能承受的。我说了，我不怕。如果你过得不好，我会内疚一辈子。别哭了。让他们唱，唱一夜。是。雪鹰新兵连去捣乱，煽动性还挺强，全连的新兵为你唱赞歌，这下好了，你火了，他们都记住你了，知道为什么吗？他们唱了个通天亮，嗓子都冒烟了。我又没逼他们唱。你记住，不管你从哪来，业务水平有多高，这里是部队，一切从头开始，从一个新兵做起。首先是一名军人，才是一个舞蹈演员。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听指挥。觉得委屈，是吗？好啊，把你这股子劲儿用到你的专业上去。
从来没见过吕团长发这么大的火。腕儿嘛，总是不同凡响的。谁是腕儿？他说的是左左，不是你。文工团的一号只有一个。疼吗？不疼。要不我去放回春堂给你买点药吧。没事，不用了。乔儿，我告诉你，左左当兵这事跟你脱不了干系。如果不是你乱说，他不会这么做的。ABC， 你还骗我呢？你还说他是你妹妹的，不就打架吗？来吧！呀！啊！